7月11日，浙江温岭台风灿鸿即将登陆，沿海岸边巨浪滔天，许多市民不顾危险到海边观看台风。中央气象台7月11日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，灿鸿中心经过附近海面与地区的风力有14到16级，阵风可达到17级以上，巨浪滔天，真的后浪推前浪，一浪比一浪大，一下子可以推到有几层楼高，在附近真的感到那种巨撼震撼的感觉，所以很多市民虽然觉得很危险，但是还是猛着去拍照观看这个巨猛的狂风吹起的大波浪，几层楼，然后真的看起来像可以把楼都推倒那种感觉，虽然很刺激，但是安全为主。